是成败，风雨中交错的命运由自己主宰。抛开你的爱恨，你的遗憾，疲惫的魂再次凝聚起来，或是奇迹，或是离开，人的一生不会再有裁判。抛开你的面具，你的无奈，脆弱的心再次凝聚起来，或是喜悲，或是成败，风雨中交错的命运由自己主宰。哎，姑姑哥，你怎么感觉来谢凡哥啊？玩会儿游戏。好的，那个龟谷哥你去吧。嗯，啊，你说是不是要挂直播间里听歌再玩游戏啊？哎呀，谢谢。啊，如果用小号刷的话，刷完十个会有66个免费的，大家可以把那个免费的到时候8点半的时候我们一起走免费的，嗯，一起走免费，大家没有送出一个可以送出一个。晚上好，我带上你，你带上钱，太现实了，哥，这样好吗？那咱就来这首歌。那我这个节奏比别人的快呀。只能说切一个三屏幕的好看。啊。
是说爱我三遍，浪漫的月色亲吻我的脸，我要给你所有的温柔和善念，我带上你，你带上钱，重要的事情就是说爱我三遍，浪漫的月色一起许个愿，趁着现在美美谢谢大家，感谢咱们一毛党的兄弟们，来吧，现在的是我们要，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呢？就是打开你们手中的包裹啊，长空老师啊，可以那个啥，可以那个，可以帮一下那个谁吗？啊，不是，我看错了，我还以为那啥，谢谢谢谢，感谢牧民哥，谢谢谢谢，哎对了，随风哥有没有点歌？谢谢冷汤哥，冷汤哥你都没有卡个黄，包括里边的免费票我给大家转播一下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，免费票啊，喝水好的，就在你的包裹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在你的包裹里边有一个免费的工会预选票，这个是免费的啊，这个是免费，大家可以送出来一个一个的点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，一会儿啊，一会儿我拉一拉咱们免费票，免费票过了之后，我们刷完免费票，我们接着再唱啊！刷完免费票，我们接着再唱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没有刷出免费票的兄弟们，可以把你们手中免费票都刷一刷吗？就是刚才送一个的，或者送十个的，你看看包裹里有几个？加油！举起这杯酒，愿我们要一道天长地久，人生难得，啦啦啦啦啦。哎，谢谢我们的飞哥，谢谢谢谢，就在你的包裹里，对，在你的包裹里找一找，先放飞宝宝啊，谢谢谢谢谢，手冲的礼物，哎呀好艰难哟，九点开着急吗？八点半的时候，对，九点半，对对，九点半，对对对，没毛病，是是是，是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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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给你整岔去了一会儿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咱们一毛党的兄弟们，有免费的正好把免费的砸一砸，加油！嗨！欢迎那个谭大哥，谢谢我们的，谢谢孤独泪哥啊，谢谢谢谢。打开你的包裹里面，打开包裹看有没有、啊、包裹里边。对对对，要个人票，不是不是，要那个公会票，现在没有个人票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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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我们送票票的兄弟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，三票，如果有一个的话可以刷一个，刷一个之后包裹里就会有一个，真爱团的话包裹里会有两个，打开试试，打开看有没有，我的包裹里没有了，白莲哥那就是你就刷完了啊，你就刷出去了，你就刷没有了，加油，哎呀，二十万五千，我们凑到20万，免费票打开个啊，免费票要免费票，凑到25000，21万，试试走走，21万，有没有免费的？加油！谢我们的谭哥，谢谢冷汤哥，感谢大家兄弟们，正好把包裹里面我们小小的真爱也送一送。没有的话就是送出来了，如果迟迟没有的话，你可以刷一张票，刷一张那个公会票，包裹里会返一张那个什么，包裹里会有一张免费的，如果是站一团会有两张，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刷一下一毛的，可以刷一下一毛的就会有了，刷一下一毛的那个公会票，嗨，真爱也送完了吗？哎呀你真爱也送完了，厉害了，谢谢风水哥，感谢灯会哥，哎呦我去，速度好快呀，嗨，打开包裹啊，对对对，手机用户在刷礼物旁边有个包裹，看有没有免费，没有免费的话送一张啊，送一张公会票，包裹里就会有免费的了，还差3000个免费，
我是爆侠灰色哥。谢谢，加油！我们免费的或者一毛的宝宝，谢谢冷鹏哥，谢谢，我们一毛打的也可以走一走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哎呀，速度好快哟、哦！谢谢，是我卡住了吗？它不动哎，是我卡住了吗？啊，没有，动了，还有我还以为我卡住了，谢谢。感谢啊，感谢我们送免费票以及刷一毛的为费尔这个走免费票的兄弟们啊，谢谢大家。哎呀，我应该怎么等会啊，我应该怎么结了，对。我们来一波，正好当休息了。一毛岛的兄弟们准备啊，目标是21万2000张的小票票。免费的有的话，免费的有话可以走，没有的话兄弟们可以帮我走个一毛岛吗？加油，感谢我们一毛岛的兄弟们。哎呦妈，好快哦，好嗨哟、哦、我还没怎么拉票呢，马上要过了，加油，谢谢，感谢一毛岛的兄弟们，谢谢，上票收过了啊，收我们唱歌了。嗯，感觉得。好手速。谢谢随风哥，感谢随风哥，谢谢冷童哥。重来，溜号了，干就得了。谢谢明哥，谢谢杨琪，你们在一毛岛拼手速吗？时光一去不回头，谁能甘愿为你等候？聪明的孩子想法特别多，不要把它变成传说。没有行动哪有成功？就得了。
饭就得呀。谢谢我们的能不能装，谢谢我们的星仔哥，还有吴世马，还有我们的优米银红心和醉牛哥，也谢谢我们的峰哥，还有黑土哥，谢谢我们小点，谢谢明哥，谢谢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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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比原唱都好听。嗯，那不行，那没有原唱好听。欢迎原野哥，欢迎后进了的宝宝，说我休息一下，稍稍的休息一下我。正好完了有六六的，大家可以帮我走走六六，完了有一毛党的兄弟可以帮我走一毛党。哎呀，我坐一会儿，我打会儿野。谢谢，感谢我们的成哥，谢谢明哥，休息一小下我。我的朋友不能说话了。再也不负爱你的人，啊，下不来了呢。啊，巅峰玩法只有是在那个8点到8点半的时候可以刷十个，而且只能参加一次啊，只能参加一次。厉害了，厉害了，自己摇旗那是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吗？看就得了，老天不负有情的人。谢谢我们的阿坤，谢谢。老大，那个小姑娘好好可爱呀，送给你了，就她，怎么样？送给你了，谢谢郭克哥，谢谢。你要多少都能给你复制出来。这还不大吗？这个棋。老大，给我一个呗！你等我活动完了之后，我就不用他站岗了，我就让他下去陪你们。一人拿个小棋。拿个小旗啊，拿个小旗，等那个到年底的时候再让他出来。再大一点，还能大了吗？大了就不清楚了。嗯，大一点试试。上方热度榜大家没有点的可以点。上方的热度榜 ，Hello 美女，晚上好。Hello， 菲儿姐，晚上好。嗯，你是唱歌主播还是跳舞主播呀？唱歌主播。那我们用一半的时间，那我们就唱歌吧。谢谢。好嘞。完了，大家有票票可以走走，小票票不用打刷啊。好，来吧。那咱俩谁先来呢，美女？要不你先。行，那我找首歌啊，找首歌。随便找一个哦。一分钟的时间，没有点的话，小宝宝们都可以点点，我们游客的兄弟们啊，也可以点点。点完了之后，包裹里会有一个小小这个桃心，这个桃心呢是这个样子的，把它送出来哈，把它送出来，应该可能有的会点，有的不太会点，还有9个，我们还有50多秒就过去了，加油 ，come on， 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下面有这个10000的红钻，点完了之后大家都可以去。想我家兄弟们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因为也许时间久了吧，我都想，我一场直播玩不开的话，我就想死他们了，我都想的我是吃不下去饭，真的，哎，这个没办法。太那个什么，就是你因为这个直播呀，或者唱歌当成生命中的一部分了，不可缺少的了，已经。对，就是。拜拜。
谢谢，一天不看缺点什么吗？其实我告诉你，我一天要不直播的话，我感觉还可以吧，还好。等第二天不直播的时候，就慢慢，哎，我就会走到直播间啊。今天不直播，就不知不觉的到点了，就会往屋里走。就这样，但是我估计你们天天那个啥，天天那个看我的时候，可能就成习惯了，就一天不播，岂知晓了，一天不播就会。就会觉得缺点什么，就不知道去干什么。现在还好，咱旗下公会主播可能比较多了，没事的话大家串串门啊什么的。那以前的话都连串门的地方都没有，就成习惯了。因为很多人说，哎呦，下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去打个麻将呀，我会打个扑克啊，会出去喝个酒啊，就那个上个溜达溜达呀。可能大家都现在都是，哎，吃完饭了走走啊，没什么事了。往那一床上一待，或者是沙发一移就看我直播，或者坐在电脑前，就这样，就是很多的习惯都改了。一天不播就想我，不喜欢串门啊，行，不喜欢串门，你不直播就没地儿去了。那你也可以在直播间呢，不喜欢串门的话，也可以在直播间就是跟大家互动呀，聊天啊，做战任务啊。一般的时候，以前我们都是对墙怼的。他们就是现在的话还好多了。谢谢我勾鼠，谢谢。来感谢一下我们的孤风哥，还有我们的寻风，还有我们的寻飞，还有利剑哥，谢谢小金哥，还有飞甲老鬼哥，还有年轻，以及我们的莫林哥，还有这个宝宝，这个念什么下来了，我是不是还有文字没有那个啥，没有那个看到，谢谢。还有唯我风格，还有我们的无视啊，别一五二哥，你怎么就这样了呢？你怎么又改名了呢？头像是别一五二，这个字念什么？五二，别一，你叫什么？高叔，你怎么马甲又没了呢？我给你穿上啊。念二啊，五二，是啊，那你把那个文字调了，叫五二别一吗？对，基本上习惯嘛。小高叔，来首这个歌，还有感谢那个我们一毛党的兄弟们，没有感谢到的兄弟们，谢谢大家。我想你看我哭泣的脸，就对你说看飘雪的天，毫无声响的画面深深刻入了心田，哽咽着让悲伤沉淀。我想最后再看你一眼，真的好想说一声再见，成为我最后的纪念。我的唇吻不到我爱的人，你转身看不见我的心痕，谁把谁当了真，追忆到夜已深，抱紧的爱已经冰冷，想最后再看你一眼，
真的好想说一声再见，还有一颗泪啊转，一颗挂在了嘴边，成为我最后的纪念。我的唇吻不到我爱的人，你转身看不见我的心疼，谁把谁当了真，只一道夜一生抱紧的爱已经冰冷。小小的太阳，哎呀，这首歌可不一般呢。谢谢郭哥哥，谢谢我们家高叔，谢谢我们大江哥，还有费伟强，还有独白，谢谢我们二哥，还有下辈子，还有情话。哎呀，文俊哥呀，文俊大大，你有啊？来啊，对，着急忘了，我把着急点一下。来吧，我给你做个调研吧。欢迎麻将哥，欢迎麻将哥。玩长空老师，长空老师，那个长空老师抱一下麻将哥，谢谢郭客哥。我跟大家聊聊，你们都是从哪儿来的？说一说。啊，你们都是从哪儿来的？谢谢谢谢。哎呀，麻将哥，你会改马甲了。文俊哥，你在不？你在不？你在的话，你看公屏啊！你这一个个调研的话，你得调啥时候去啊？谢谢我们的麻将哥，谢谢谢谢。完，下方那个没有点这个召唤的，大家可以把这个召唤点一点。嗯，把这个召唤点一点。长，哎，没事，慢慢规范，慢慢规范，现在就挺好的。现在就比较不错了，现在已经挺好的了。完了，没有点这个，没有点召集的游客宝宝，游客兄弟们还可以帮菲儿点点这个召集啊，这个召集。就这个地方，哎呀，就这个地方有个追加嘛，这谁呀？又帮菲儿追加的红钻，哎呀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啊，召集点完了，还有召唤点完，大家都可以分享这个红钻呢，都可以分享的红钻，没有点的话可以点一下，谢谢谢谢谢谢啊，感谢感谢，嗯。OK， 噔噔噔噔噔，等我加一下你好友啊。嗯，完了没有点的话，可以帮菲儿点点，已经完成六个，一共需要是需要34个。嗯，
等会儿啊 ，B A T 三，哎呀，正差评啊，不对不对，嗯 ，W， 这整不明白也看不懂啊。谢谢余生哥，现在已经完成七个，什么情况？你这为什么这个这么慢了呢？哎呀，又整错！哎呀妈呀，这一天，嗯。哎呀，为什么我加不上你啊？嗯，你会新来的。别闹别闹别闹。嗯，别闹别闹别闹。嗯。这个嗯有十个，已经有十个人了，已经有十个人了，这块杠三十四个嘛，一共需要三十四个人，已经完成了三十四个，已经完成十一个。加油加油。没人，我的没人特别多，风寒下都最融合。等会儿啊，这人笨呐，都笨死了。好了，文俊哥，你加一下我的好友，嗯，加一下我的好友，我发过去了。我不知道在不在哈，你对我在这问了半天，你都没有在。好，加上了，加上了，加上了，嗯。我帮你，一会儿你付个卡黄钱就行了，哥，我给你免费卡，好，我帮你问。啊，现在已经完成十七个了，已经完成十七个了，到时候你就截图交差就行。嗯，十七个还差十七个啊，十七个还差十七个。我先把这个任务过了。没有点游客宝宝也可以点点嘛。我这一天老忘弹窗，忘记了。我一天就弹一个窗直播，就可劲儿霍霍这一个弹窗，再就一个小时一弹，我这好几个小时都不弹。谢谢，加油！嗯，这个也没弹。以后大家提醒我一下，一个小时一弹啊，一个小时一弹。谢谢，十七个需要点这个地方，但是我这边叫追加哈，大家那边叫真爱团召集，一共需要十七三十四个，已经完成十八个，还差十六个，加油！我看看来，没事的话大家扣个小六看一看有没有真爱来，今天是最后一波，我的弹窗收不到了，嗯。你在直播间就收不到，已经完成了十九个，这都是开过的哈。我来检查一下，十一级是九级啊，十级的哈，这都十级的，基本上都有我真爱了。这科长也有，我估计没有的话他也不会扣字儿。这游客宝宝们哈，也可以扣个字儿。哎，我有没有真爱都不知道，这都有的啊，这都有我的真爱的，可以了。呀，我好像看见有一个没有的，这儿呢，自己看自己是不是你。整个句号这个扣了一堆六，没有我的真爱，还差十五个人啊！我看还有谁啊？这个宝宝啊，还有这个宝宝，如果封面的话可以帮菲儿开开，你就没有真爱啊？像这个这都有的，三笑哥你也没有我的真爱，我看还有谁啊？我看看还有谁？哈！加油！二十一个，还差十三个人了，给大家扣出六六六，我就知道有没有了。哎呀，这个 B 哥你没有，任务完成走了，老婆在家，一看气管真不太好，你把嫂子带来看直播不就完事了吗？还差十一个，加油啊！哎呀，我刚才看见一个了，这儿三小哥你没有哈，就看着你两次了，这都是咱有的，后边有小牌牌就是有的，手机用户在前面哈，电脑用户在后边，开
完了之后啊，包裹里有个这个免费的真爱也要送出来，这个是免费的真爱，一级呢就有一个，二级就有两个，三级有三个，以此类推，还差九个，还差九个，下边的也不够吗？下边的也不够，大家没有点的一定要点一点啊，还差九个，还有五十秒，还有五十秒的时间，还有八个，过了之后我们要唱歌啊，过了之后给大家唱歌，谢谢谢谢游客宝宝们，游客大爷们，没有开的开一开了，还有三十七秒的时间，还有七个，今天最后一波，最后一波，还有二十七秒钟的时间，还有二十七秒，还差七个，点这个地方即可，还有二十多秒，就差几个人了，没有点的帮别人点点，游客宝宝都可以帮我点啊，点一下就行，一个月只需要一块钱，不是说每天都要一块钱，一个月就是一块钱就可以，还有十秒的时间，还有六个，不会又玩的心跳吧，还有五个，还有四个，还有两个，加油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你们猜完成了吗？你是不是卡毫秒开了？恭喜你完成本次真爱团召集令，吓死我了！过了呀，过了，过了，太刺激了，那不是一般的刺激。谢谢谢谢谢谢，过了过了过了。过了，就那么一点点，一点点过了。哎呀，那不是最后一秒啊，最后零点几零，零点零零几秒。这里男人像团火，虚惊一场。看着大家的配合，最后一个是谁拉出来？最后一个是谁呀、啊？我也不知道最后一个人是谁呀、啊。爬上了黑土地，泪水就断了线。欢迎天下哥吧，天下哥吧，抱抱抱抱。小家人在心间，闹朋友在身边，这个世界什么都在变，可你还是那张脸，这个世界什么都在变，你的还是那张脸。言归正传啊，言归正传，你们都是从哪个从什么什么地方来看我的，你们就是你们还记得吗？慢一点慢一点说，欢迎天下哥。东北东北呀，哪里有我的，那有优酷来的，还有什么来的，嗯，小视频啊，今日头条的，同学的群的，微博的，没还哎，咱们家好像真没有微博过来的，特别特别的少哈。基本上大多的数，嗯，今日头条特别多，我是随话电台，你是谁？嗯。咱们挑几个重点的人啊，重点的人，像天下哥，我采访一下你，你是从哪来的？你就是从哪看到我的？天下哥也是那个时候也是那个什么，也是那个，也是，来歪歪好像也来回转了一小下下，是不是？嗯，今天要不要过什么？海伦来的，那你们得慢慢的一个一个来。谢谢我们的上炕哥，我采访一下上炕哥，一组一下来采个访。上炕哥，你是从哪来看我的？啊，看我看豌豆来的是吧？那个帆船哥是从哪来的？啊，别吵着，一个个来。那个凡哥，你是从哪来的？我哭来的，你能不能别闹啊？天上下凡尘，哎呀，我哥是特意来看我的是吗？玩意，花海哥你是从哪来的呀？嗯、谢谢我们的徐飞，谢谢。我是哭出来的。啊，怪不得你要点那首歌呢，你是我眼中的一滴啊，不对，你是，哎，怎么那是点啥歌了？欢迎
怎么刚才那歌叫什么了？嗯，今天咋回事？上不上？不上那个天下歌，今天不上。今天不上就正常玩就行，一会儿乱斗就帮我刷刷乱斗就行，正常玩就行啊。你是我眼中的一滴泪，哎呀妈，这歌老有意义了，我说的嘛，哎呀老有意义了。 OK OK。 哎呀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秀姐你是从哪儿来的呀？花海哥你是从哪儿来的呀？你从哪里来？我是从头条听大悲咒来的啊。那花海哥呢？花海哥你是从哪来的呀？我从炕上来。哥说你从炕上来的。无意点了燕子回时，就此被吸引了。那就是酷狗吗？是酷狗吗？就是听这个听我这歌进来的是不是？啊，从东土大唐而来。哎呀，你们别闹，正好跟你们聊会儿天多好。那你这个上炕哥，你这楼兰是从哪来的呀？就是一首楼兰让我留在了 YY 三年。那你是这个楼兰是在哪儿看见的？哎，微信里啊，微信里。那微信他微信是从哪儿看见？有点刨根问底了哈。微信底上那个视频顶上标着是哪儿吗？是朋友圈转发的还是别的视频上转发的？朋友分享。嗯，行，好 OK。 小金哥你是从哪儿看见我的呀？俺进婚肉界，婚从婚界来的，你个孙子，难得跟菲儿聊会儿天，可不是怎么的。嗯，台风刮过来的嘛。听一壶老酒。嗯，主要就是什么问大家，就是从什么，就是因为看哪个视频来的，或者是从哪个网站上看到我的，什么途径认识我的，留在了这儿。从科的时候就来，那你这老经典了，科最少得五年了，科是五年了。是台湾新闻联播看到我的。哎呀，我就上电视了，知道吗？我其实我在那块有熟人。这都是那个啥，别吵吵。行，顾城哥你是从哪来的呀？这啥，一个个来，一个个来，我一个个念，一个个念。UC 视频是啥视频呀？不懂啊。咱家外宣做的不错，你给我们家外宣鼓鼓掌。看了你才知道歪歪啊，是浏览器呀。 哎呀，可以哦，浏览器 OK OK OK， 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。知道了。顾城哥你在吗？顾城哥你是从哪儿看见我来的？我看了你腾讯视频来的啊，看了我腾讯视频来的。玩游戏，有人给你打广告就来了。你说游戏的时候，就是玩游戏，玩游戏有人给你打广告，就是玩游戏的时候有人给我打广告，完你就来了啊。这各种途径都有啊。刚刚跟谁打架？跟大衣哥打架了，哥。
从百度上听征服什么症来的，大部分都是因为你而下载 YY， 这个我相信。嗯，这个我相信。谢谢我们运发哥，谢谢谢谢。从快乐大本营来的，哎呀，这个远呢，这个是远道来的，我骑驴来的，别你呀。谢谢运发哥，运发哥，你是从哪来的？你是看到从哪个网站啊，或者是哪个软件上看到我的，或者是朋友圈呀、视频呀，或哪首歌呀，被媳妇儿强迫着来的。哎呀，嫂子在何方？我要给她卡个活。玉发哥，你是从今日头条来的啊、嗯？我是从内涵段子，好好听歌是从内涵段子来的。我这个外衣是从腾讯来的，嗯，2015年听疯了来的啊、嗯，找了好久才找到 YY， 那不行啊，一会儿得反映一下，这 YY 的广告不行，找那么长时间，今日头条的居多，嗯。嫂子在土星。哎呀，听大悲咒和楼兰。无敌哥，那你是从哪儿听到的呀？大悲咒和楼兰，溜达溜达就来了。听说你会吐排骨，完了所以来了。明峰哥，那你是从哪个网站过来的呀？谢谢你们的圈姐。今日头条有288万粉丝了吗？是的。嗯，以前有个朋友看直播，我天天骂他，自从看了你直播他天天骂我。哎呀，有才呀，我看这是谁有才呀，真的。嗯，我是我，游戏名叫4823某某，然后队友问对面的知道你不啊，你这一天我从 YY 瞎逛，你是大人物，就你是大人物就来了啊！你是大人物来的是吗？你是大人物是啥玩意啊？是什么活动？还有说风云主播的话，应该是2014年比较火的。2014年，我这个嗓子啊，也就是因为风云主播才累着的，一天唱2个小时的歌，那个时候。啊，周波大人物啊，推荐进来的啊，金牌我最大来的，坐和尚哥的飞机来的，今日头条来到 YY， 黄战哥干架来的啊，西瓜视频跟头条是一个，他俩是一个旗下的，无敌哥是从西瓜视频来的啊，嘎萨拉里面找嘎萨拉，欢迎你啊！你是说那个我有一首歌叫《嘎萨拉》，完了唱的歌词是4823欢迎你，是不是？哎呀，真聪明！明峰哥是气球大战来的啊！嗯、啊，某一天一随手点进了4823，正在唱大悲咒，那时菲儿两个，那个时候菲儿两个镜头。两个镜头，2015年的时候有两个镜头吗？就是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双屏三屏吧？今年2019年出的，雨化石来的。嗯，烤串店撸串来的，那我得谢谢咱们家很多就是做那个烧烤生意的，就是天天没事会放我的歌。就吃着烤串什么的，一天三顿小烧烤，是不是放那歌经常？完了，好多就是上你家吃串都来我这看直播了。到时候咱们可以来个合作的关系，等你那个啥，你那个把我歌放出来的时候，完了我给你做宣传，完了都上你家吃串去，完了你也做宣传，你家吃串都来看我直播。很早的时候两个，那是可能是做的视频，正常直播的话是没有的。老大来个315吧，让我们回味一下感觉，好吧。
那就满足你们，来一个。但是不行，315没有感觉，唱歌我就给你们唱一个，我就唱一半，我就给你们唱一半。以后视频做成 YY 4823 fair， 他有的那个网站他不让做，你做了之后他就给你推荐下了。嗯，315不行，315之后他那个啥，他那个唱歌没有感觉了。看有没有 DJ 的啊，听听。伴奏，然后啊，大部分都是出家人。欢迎那个 BT 哥 ，Hello， 晚上好。我是。唱着没有劲儿，还得是这个。TEF。别
谢小玉和哥，还有强哥、强强，谢谢东辉哥，还有我们的庆哥哥，谢日本大师，谢谢我们的莫烟哥，谢谢冰神，谢谢于卡，谢谢，感谢文祥哥。com 欢迎纸风哥，听海麦 DJ 音乐就到海麦 D， 海麦 DJ 哪儿 ？YY 调频4823。Hello， 晚上好，您现在所收看的是 YY 调频4823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:12。试试。
人整容了，那整失败了那是。怎么了？我想做大三男的头发，还缠绕着我对你的牵挂，如何才能放得下？怪我太痴傻，原来思念是折磨的可怕。
听起来好听哦，气儿都差点没有了，有点忙的。给我们听个正常的，谢谢我们的异乡风情。早点休息吧，再五分钟，我们正好过一过任务，我一定下，好吧？这五分钟，你说我们怎么过呢？我们怎么过呀？聊会儿天啊，谢谢东辉哥。那我们这样吧，那我们就一毛档啊，就但先说好了，我们就是一毛档啊。但是哈，一毛档是一毛档，就非得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一毛档咱能不能干到五万票？真的，这很有气势的，嗯，就一毛，就是不管是厚道哥、天下哥、凡哥，还有韭菜花海哥，全是一毛的，嗯，跟七爷、七哥是吗？七，那行，我找他吧。没有，他好像下直播了吧？啊，没有，在呢。我们尽力而为，就一毛一毛试试，玩一个。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，就是可以嫩到最后尾的，都不能不嫩到最后尾不行。他没有接，应该是有啥事儿。嗯，那我们就直接乱斗一个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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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如果你想刷个小飞机什么的，也点一毛的，就是看能一毛能连多少，三百秒就能刷30块钱，最多不是三十，是多少？最多好像能300-400吧，是不是？3000票能到。Hello， 菲儿姐，晚上好。200块钱的吗？啊，100多，只能弄100多哈、啊，有100多，那就我们就征集一下100多吧。一个字没听到，卡了，卡了吗？好了吗？哦，可以了，现在能听到了。哦，行，那咱俩来吧，我进入我。等一下，菲儿姐，菲儿姐，你这个，你这个表情，你这个拉公会票的图真是太溜了。啊，必须的。哎，我要看，我笑死了，真是没谁了。这啥情况？这都没招了，这天天我不能在这块摇啊，就得只能整这个图在这摇。基本上，那你们没有那个工会那个票票吗？有啊，哎，我的票呢？我的票呢？你的票呢？在这儿。啊，你是这样的，到时候我给你弄一个别的，给你抠一个，给我抠一个，让我也挥手吗？好使，老好使了，啊！你这个太好玩了，这个，嗯，对，你就是，你看他累这样，你帮我刷个公会票什么的，刷刷刷，可快了呢。哎呦天！思念重沙是你的新歌吗？嗯，是的。哎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哎、啊，这肯定的，这还用说吗？还没说呢。那谢谢。那来吧，大家去酷狗上那个啥吧。哎，酷狗吧，还 QQ 音乐啊？都行，应该是来酷狗。谢谢。嗯，没事，大家去听一听评论。别说了，我都着急了，快点拉票吧。哦，好，那你来吧。我这一毛的能不能滚出来了？这终于滚动出来了，这一天来了。哇！啊，什么声音？这要了命了，简直是。谢谢。
放个大果子那里。啊，没有没有，好了好了，来吧，那我放个曲儿啊、哎。你放个曲儿，你放曲儿，你放曲儿。嗯，来，那我放曲儿了。刚才说好了一毛啊，不行玩赖啊！我的天哪！所有人都得动啊！所有人都得动啊！必须所有人都得动，就看那二妹子下面摇旗，那么辛苦也得动一动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一毛党上的，谢谢谢谢，谢谢，就刷一个一个的就行啊，谢谢谢谢，时间轻也行，啥都行。太厉害了，谢谢东辉哥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一个一个的点，你有你给我点到最后，谢凡，加油加油加油，谢谢咱们的一毛党的兄弟们，谢谢谢谢，谢三哥，谢谢凡，谢谢青哥，兄弟们上一上，谢谢套路好帅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太下轮了。其实你们也可以啊，你们也可以。其实我真的就是一毛党，其实发挥出来，我告诉你，老霸道了。一毛党的话，我点过10万个一毛，10万个一毛，哇、嗯、哇，10000块钱。嗯，这都不是他们的水平，真的，这都不是他们水平，10多万，好像12万还是13万，12万12、13万吧，这都不是他们的水平，慢慢让他们点，慢慢点，就基本上就一个人100块钱能从头点到尾，真的，我的妈呀，看手速快不快，看手速快不快，哎，可以啊，这手速，谢谢青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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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，说好的那个，说好的5万票得加油啊！咱们加油加油啊！不行违规啊！不行违规，就一个啊，就一个。不行违规啊！不行违规，这真的你得一个一个的点不停，你才能点出去100块钱。谢谢咱们一毛党的兄弟们，谢谢谢谢。我看看前十都有谁哈、啊？谢谢我亲哥，谢谢。哎，天下哥手速快。小果子，谢谢谢谢谢谢凡。哎，你播到几点呀，大孙杨？我播到，差不多再播一会儿吧，嗯、看情况。谢谢谢谢。哇塞，吓人吓人！谢我凡，谢谢谢三哥，谢青哥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哇，谢谢，感谢感谢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就要一毛了就行哈，就要一毛了，我们就陪我度过一下12点就行。完了有那个没做任务，正好把真爱任务做一做，正好刷一张小票票。谢谢谢谢啊，感谢咱们家兄弟们，谢谢咱一毛党的兄弟们啊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感谢谢谢。差一点点我们就2万的票了啊，加油！还有6秒，还有5秒。谢谢谢谢，感谢凡哥，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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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谢谢谢，感谢我凡哥，哇，谢谢，说好了一毛嘛，这一天说好了一毛嘛，不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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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 OK， 停停停停停，收，收收收收收，停不下来，根本吃血脉了，对。这个人太少，其实人多的时候会能更多一点，其实我觉得没事，咱俩一起玩一玩也挺好的。咱俩是不是有好友，我记着应该有吧，有啊有，谢谢青哥最后上这1314、哎，多亏是还有点1314，然后谢谢谢谢人物哥，也感谢那个果子，谢谢谢谢，太溜了，感谢那个、以前不会这么卡，因为会卡的，一毛刷一毛会卡的。嗯，谢三哥，谢谢凡，谢春天，谢谢初心，谢上线，谢少女，谢帮五，也没有上网的兄弟们。我把我这个标小一点，你迷糊不？我觉得挺霸气的，挺好玩，真太好玩了。有点迷糊，这有点有，确实有点太大了，有点迷糊。谢谢谢谢第九哥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，感谢东辉哥送来的丘比特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大哥们，谢谢谢谢谢谢咱家宝宝们。哎呀，我要下直播了，我已经累了，开了开了，姐姐开了开了开了，大过我姐姐。你一天播几个小时啊？5-6个小时，那差不太多，咱俩你差不多，我也将近4-5个小时吧。那你那天一场吗？现在2场啊。下午1点一场，晚上9点一场。
九点一直到现在。嗯，对。完了到几点下呀？我今天晚上播晚了，我十点才播的，起晚了，我还在睡梦中呢，跟我妈给我拉扯起来。就是下午播完了，你会稍事的休息一下吗？嗯，下午我播完了。会啊，我每次下午下了直播，吃完饭一定要睡觉，然后就以至于晚上起不来。就是咱俩，你知道吗？就在这瞅了半天，咱俩这你这下巴壳和你这个脸，咱俩就是不是一个，不是。我这脸好像真的好像是肿了一样的，怎么感觉？哎呀，你的下巴好尖啊！没事，你就这样。哎呦，一捏。羡慕死了，真的就羡慕死了。你有多少斤？有没有七八十斤啊？哎呀妈，七八十斤开什么国际玩笑啊！我九十、啊，那也太瘦了。这真的就感觉你可瘦可瘦的了，九十斤，那也挺标准的。现在应该属于，哎呀，我要是能瘦到一百斤，我就知足了。我就不用九十斤，一百斤我就知足了。哎、没，没事的，可咋整？胖了健康，嗯，拜拜。哎呀，不连了，下直播本身就是想那个啥一点，想那个玩会儿一毛党的兄弟，嗯，就正好做斋任务，怎么还停不下来了呢？我看着一毛党刷刷的，谢谢。嗯，谢谢凡哥，谢谢我们天下哥是一毛一毛刷的，是不是？嗯，东辉哥我看见了，不是，东辉哥好像给我刷了一组1314呢。谢谢我们那个，谢谢姑姑哥，谢谢我们从头再来哥，还有我们那个厚道哥，谢谢我们的时光，还有，还有王子，哎呀，哪去了？谢谢狼哥，还有我们的魅影哥，谢谢。不行，不玩呢，我要休息呢，我累挺了。谢谢物语哥，我明天再玩吧。明天呢，来得及赶趟，累了。要不然还得那个，还得等一会儿能下，折腾，我就得折腾12:30能下了。还有问，怎么老输给小主播呢？因为你没上呀，哥。你要是给我顶一手，那不就给他赢了吗？好了，不闹了，谢谢大家啊！有的时候啊，这乱斗啊，不像说是那种比赛，乱斗的时候最后几秒可以刷，嗯，最后几秒是可以刷的，可以偷的，嗯。当时你那老丁说我为什么，那指定就是因为你，就当咱自己能休息一下，跟他们玩一玩，挺好。有输有赢嘛，是不是？没有一直的常胜将军也挺好的，完了还能吸点粉丝什么的。哎呀妈，好像不一定哦，把我那吸走了好像。别忘了举杯，在这战场遍体鳞伤，不能丢了枪甲都搞一回。红白一起堆，伟大领袖流血不流泪。很快乐就是很酸，很快乐就是很酸，是吗？二飞跑了吗？二飞搁这儿呢，麦克风这儿呢，让他休息休息吧，他饿了，该吃个猪蹄儿什么的了。嗯，好，走，拜拜。哎呀，不能拜拜，等会儿，你给我整糊涂了一会儿，都有点懵了现在。谢谢，感谢凡尘哥，谢谢厚道哥，也谢谢天下哥，还有我们的天道哥，谢谢东辉哥，还有清风君子哥，谢谢薛峰哥，还有顾叶成哥，还有三好哥，谢谢我们的花海哥小薇，谢谢我们的。